今天太阳太好了，先把宝宝的衣服洗了。干嘛？你是不是在等着妈妈？什么时候来给我洗脸脸？什么时候来弄我？好的，马上来，妈妈马上来啊！很快的，宝贝，洗脸脸，洗脸脸来。哎呀，啊，这小家伙每天早上起来就在那里盯着你看，然后我就会去刷牙洗脸，先把我自己弄完了都才弄他。是吧？有时候妈妈也会先弄你的吧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哎，坐起来。等一下你弄好了，给你吃饱了，你就一个人在这耍啊。妈妈就采点菜菜回来，知道没有？知道吗？哦，好的。还吃吗？你看吧，他自己他又要起来。很多的朋友说叫我们不要给他竖起抱，他自己他腰都要自己起来。你看吧，哎呀，妈妈回来了，宝贝。呀，怎么啦？啊，在这里耶耶耶的叫什么？妈妈说很快的吗？哦，菜菜，来，你看，好脏，好脏，抱不了宝贝，抱不了啊。妈妈把这个菜弄出来先啊。哎，哪个？哪个这样子？松得很，哪个？宝宝啊？哦，嗯，快得很呐、啊！哎呀，快得很，快得很！哎呀，呜、哦，啾啾，嗯，阿腾，阿腾，哎呀，吃了的嘛，嗯，还饿啊，贝贝，哦，好好好。洗手手，妈妈洗手手。吃中有了你，吃饭匆匆，洗澡匆匆，洗菜匆匆，菜菜匆匆，洗手匆匆，啥事都匆匆。Hello， 我去煮妈妈了啊，真的要煮妈妈了。等一下回来了。哎，煮个饭饭啊，煮饭饭。嗯，干饭很快的啊。怎么这样子你？煮个饭饭很快的啊，有这个是大大，哈哈，宝宝啊，宝宝，鸟鸟，你看，小鸟有小鸟，鸟鸟来吧，哎呦，我的天嘞！这些，来，这些全部都是你们的啦。当了娃之后，我才知道原来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我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去完成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吹。算不算相拥？哎，来了，妈妈来。
来了，马上来了，宝贝。哦，知道，听到了。给我多少啊？